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十号报道，两架美国 B-52 轰炸机九号从美国巴克斯代尔空军基地起飞，十号抵达中东。这两架轰炸机在伊朗领空附近空域飞行约两小时之后返回美国，全程飞行三十六小时。对此，伊朗方面在当地时间十二号回应称，包括美国 B-52 轰炸机在内的所有区域内和跨区域的军事动向都在伊朗防空基地的监控之下。 据伊朗半官方的迈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哈塔米安比亚防空基地副指挥官拉希姆扎德当地时间十二号表示，所有区域内和跨区域的军事动向，包括美国 B-52 轰炸机在内，都被伊朗在距离边境线超过一百五十千米以外的地方监控到。他们无时无刻不处于伊朗防空基地的监控之下。拉希姆扎德表示，领空是伊朗设定的国家红线之一，敌人们在此前已经历过。 伊朗哪怕是遭受最小程度的领空被侵犯，都将做出强硬回击。据了解，这是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B-52 轰炸机第二次从美国本土直接飞往中东。十一月二十一号，两架美国 B-52 轰炸机沿着相同的路线完成了一次飞行任务。